好，我是 Ariel 蔡培萱。青春就是跑道上那个一直向前奔跑的身影，是轻盈的，也是不怀疑的。不要被这个社会定义的成功给框架住，你的成功由你自己来定义。绝对要相信自己，不要让任何人来夺走你的光芒。只要做好自己喜欢的事，就会闪闪发光。因为有你，青春就有了意义，不会忘记，只会更珍惜。